你为什么玩游戏？游戏是我的养料。玩就是一种本能。游戏可以给我一次奇异的冒险。找到同类，认识真实的自己，扮演另外一个我，让奇怪的像素刺激我的大脑。尽情创造，满足想象，改变我的思考方式。带我体验一切未知世界。为了自己玩吧。